埋第二張哥，你吸濕到透曬咯喎！咦，唔辛苦。影响睡眠的环境因素除了光度、声音和气味，近年最多人讨论的是温度。焦点落在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身上。实际上它还有就是我们用少一点电，那个城市的暖化也都少一点。林超英呼吁市民少一点开冷气，夏天睡觉的时候都不用开。他自己講得出做得到，屋企長年唔使交電費。去年香港七月平均氣温達到30.3度，真係可以唔開冷氣瞓？梗係開啦，全世界你問10個，起碼有9個開。係啊，夏天一定開嘅。哦，開嘅，咁熱嘅天肯定要開冷氣。唔開冷氣嘅話，會覺得有啲黐立立。我哋帶住一堆疑問上門請教林超英。超英哥。开门第一件事又同温度有关，譬如你哋件衫吓，好，33.5度。你咧？32.7度。呢度咧？33。睇下，30。碰上就31。佢哋行开少少啦，开到。你睇下。哇，36.5啊！采访当日室外超过38度，仲未开始访问。成個背脊都望梅子河，我哋望住冷氣機，開俾你一陣。啊，冇，我唔想你個電費單零飛突破，唔熱。呢啲係同天氣冇關嘅，啊，係採訪嘅熱誠嚟嘅。我會唔會覺得熱咧？我都覺得熱，不過唔辛苦。體温同環境温度直接影響睡眠質素，瞓覺點樣可以熱但唔辛苦呢？呢度就是我睡房啦，有得俾你睇嘅就是一個供電式蚊帳，咁就因為我唔開冷氣啊嘛，咁就所以可以有蚊。咁你有啲咩小林退熱法咧？風扇，即係咧，我風扇就收咗喺嗰個蚊帳入邊嘅。咁呢個温柔嘅氣流咧，就不斷將你身體嗰個熱量一路帶走啦。所以佢唔係吹到你涼，而係帶走你啲熱量咁樣。如果真係好熱嘅話，我太太開埋啲第二把。好，嗱，我睇埋第二把。張哥，你吸濕到透曬咯喎！熱唔辛苦，到真係，如果到真係好勁好勁嗰日，咪將廳嗰把大啲嘅風扇攞入嚟咯。呢個5火咯，我嗰把就2.5火，10火都唔使。而家人睇落就把幾火咯。床上仲暗藏法宝，呢啲啊，瞓喺度凉啊嘛，32度到，咁佢有种凉嘅感觉咯，你瞓落去你觉得凉啊，呢样嘢都帮到手。我简直黏咧，就因为咧，我遮住个太阳光，但系咧啲气仲可以过嚟，而且我可以校个方向咧，太阳喺嗰边嚟，我就挡住嗰边；太阳喺呢边嚟，就挡住嗰边。睡房嘅冷气机沦为装饰品，唔知可唔可以用啊？呢个呢个应该好耐冇开过。幾耐？好多年啦！我搬咗入嚟10年，我冇開過呢個冇開過，都唔知有幾多塵喺入邊。或者每年吹一次咧，就等啲塵出嚟啫。唔靠冷氣製冷，佢瞓覺前會自制。梗係沖凍水涼啦！呢個世界冇理由沖熱水涼。你諗下，10000年前嘅人一定係沖凍水涼。林超英话：加上心静，瞓觉自然凉。如果有啲心情烦躁，你又唔觉得佢嘅。所以佢咧，所以我成日话佢呢个唔系风，系一个温柔嘅气流喺你身上过。你如果你系唔系安静嘅话，你根本上唔觉得佢喺度。我哋嘅摄影师不解温柔。超哥，你睇呢度几滴水？系我啲汗滴到佢系嘛？系啊，佢嘅手臂滴紧汗。系啊，啱啱滴落地下呢度。好阴功啊，真系。32.6，咦？唔辛苦？你而家辛唔辛苦啊？唔辛苦。熱唔熱啊？少少熱。少少熱就啊，好嘢喎！攝影師仲撐得住，攝影機就撐唔住啦。我哋個人呢副機器就係佢都過熱啊！攝影機過熱啊！哇！超哥，你篤下佢，睇下幾多度？哇！50度係嘛？係
咪五十頭？五十四咯，佢都投降啊！睇到林超英嘅堅持，好多人應該慶幸以下呢件事冇發生。我以前講過一句嘢嘅，就話如果我係秦始皇咧，我就禁咗冷氣佢，全世界都唔用冷氣，都禁曬冷氣，即係包括瞓覺啦，唔瞓覺都冇啦。其實人唔開冷氣係可以嘅，要開嘅話就心中有鬼。幾時話個瞓覺一定要開冷氣嘅啫？係最近呢幾十年啫嘛。如果我哋諗翻幾十年嘅情況，唔開冷氣係完全正常不過嘅事。外界形容林超英是科學怪人，我哋就同佢講科學，講其他科學家嘅睇法。超英哥，丹麥咧有研究話咧，如果夜晚嘅氣温咧係超過攝氏30度嘅話，係會每晚瞓少平均14分鐘。咁噏法即係話越熱夜晚就會瞓得越少，咁遲早唔使瞓啦。係人都知啦，熱起嚟瞓得係冇咁好嘅。咁如果將來氣候變化，氣温係咁上升嘅話咧，越嚟越全地球嘅人都瞓得唔好，因為長期唔夠瞓，結果搞到昏昏迷迷，有啲糊塗咧，個地球唔掂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覺得更加有理由唔開冷氣瞓覺啦。超英哥，超英哥，英國同埋香港咧都有話睡房嘅最佳睡眠温度咧係18.3度，但係你個睡房33度。如果俾我哋18度喺間房度冇被冚點瞓啊？成個熱帶地方啲人都唔使瞓覺啦。27度會係一個好舒服嘅温度。未必人人理解林超英。呢日佢總算遇到知音人。超英哥，你並唔孤單嘅。我日頭開冷氣，但我夜晚都唔開冷氣瞓嘅。合理啊，夜晚日頭熱啊嘛。夜晚我都係瞓直嘅，我都係用風扇。一問之下，同路人唔止一個。我一向都冇開呢個冷氣習慣。啊，細個都唔開㗎。係啊。淨係瞓覺定係？總之我間房係基本上唔會開。係部冷氣機日又開夜又開。咁你都俾冷氣唞下氣啊嘛，咁到夜晚黑，咁你俾個機會佢休息一下，咁同人一樣啫嘛，咁人瞓覺都係休息。平時好難揾到咁樣人咯，係咯。你係環保鬥士，即係我哋頂多都係一粒環保鬥士，係啦，微不足道啊，即係喺你面前真係微不足道。林超英強調開唔開冷氣瞓係個人決定，尊重其他人嘅選擇。佢示范点样喺热但唔辛苦下，成身汗照瞓。各位晚安。冷热人人定义唔同，开冷气瞓觉嘅争论亦唔会停落嚟。睡眠专家有咩高见呢？出汗就会唔系几好啦，瞓得。如果个 body 要反应翻。要去到出汗的時候咧，即係話你個波，你出邊好熱啦，你睇已經合啊，瞓得唔好嘅。而家香港人特別係開冷氣，即係夏天開冷氣瞓冚棉胎噶嘛，咁呢個唔環保。喺香港太熱太濕嘅時候，我都會開冷氣瞓覺，呢個真嘅，係好難，好難唔開，你明白？但如果可以嘅話，梗係唔好開最好啦。有風扇幫佢 cool down 就 OK 噶啦，真嘅可以嘅。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係個個得，咁有啲嘢意志強啲，有啲佢自己嘅方法會特別啲，唔係人可以學高難度動作。